奈良刚用龙牙，魔王打进攻，难道以后龙二 Pro 要叫魔龙之齿吗？大家好，欢迎来到侃宇时刻，我是光影。胜利签约新球员的消息闹得是沸沸扬扬，品牌大会上这个 C 位的剪影让大家也是浮想联翩。终于在4月1日，胜利发了这么一个风车的提示。终于的终于啊，在4月2日公布的答案直接炸裂开来，奈良刚将签约胜利，持龙牙二 Pro 征战。哎，要我说蓝城你是真的贴心啊，真的是生怕愚人节发出来我们不信啊，还特意往后延一天，你真的啊，我哭死。其实在4月1号的时候已经断断续续有消息传出来会是奈良刚，并且在稍晚的时候奈良刚在 ins 上的照片因为忘记遮住鞋直接导致了实锤。哎，不是啊，这 A970NL 就这么好穿是吧，别的地方都换好了啊，就是不想换鞋子是吧，虽然这个 NL 确实挺符合名字的。只是这个龙二 Pro 的问题啊，我当时是觉得有点离谱，结果到了这4月2日，哎，那是啪啪打脸啊！讲真的，当我知道这个消息的时候，大脑直接宕机了。这曾经的神秘东方坊间传闻啊，吃啥补啥，哎，都已经发展成这个样子了吗？魔王用暴力进攻炮，一度大大补充进攻能力，直接化身第二个鸡哥，暴杀横扫战场，验证坊间传闻，成为一桩传世古今的美文趣事啊！这什么神仙剧本啊？这是。我倒是在想，大名鼎鼎的魔王体能教练用龙牙系列蓝场暴力进攻的代表，那以后龙二 Pro 的宣传要怎么说？难道要这么说，我们有优良的暴力血统，但是不到万不得已，我们根本就不用动用暴力血脉来大材小用，哎，魔就足够了。当然这样来描述龙二 Pro 这听起来很不靠谱对吧，那这样吧，我来想个主意啊，以后直接给奈在龙牙之刃里面新开一个专属系列，就叫做魔龙之刃，增多控制属性，让魔作为普通攻击不需要 CD， 然后保留暴力杀球属性，改为大招，在奈需要拼命的时候直接觉醒血脉，开启暴杀模式，原地封魔，这可龙可魔，哎，听起来就可以大卖好吧。好啦，这就本期侃宇时刻的全部内容了，调侃宇宙胡乱吐槽，认真你就输了。如果喜欢这个视频，欢迎长按点赞三连支持我下，如果想观看其他更多内容，欢迎关注我的频道，我是光影，我们下期再见。什么，你还没有走？哎，那么恭喜你就找到了彩蛋。很多人都奇怪，这风车跟奈良刚有什么关系？风车是荷兰的象征，而荷兰的英文是 The Netherlands， 其中的 NL 就是奈良的拼音简写了。哎，当时的你猜对了吗？